跟着我出来，哎，看着，跟着我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个多棒啊！看着，来，官府都督有物为证啊！我们的王清盛啊，跟着一块表演。你们注意到我们有一个小调整啊，观众没了啊，天香还在啊。你们刚才看见天香了吧？这个我很在意观众啊，观众说呢。喜欢我一人嘚不嘚，中间不希望我打断，那我就开始跟你们嘚不嘚啊。这个你们要累了就制止我，因为听话也能听累了，说话也能说累了。我们从这一讲啊，开始讲一个我并不熟悉的领域，这是一个科学的领域。我们要用两期时间呢去讲我们自己。您能让开吗？不让开你就坐后头啊，没关系，坐后头。我们对自己究竟有多少知识呢？我可以先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块骨骼吗？啊，我们有多少块骨骼把我们拼接成现在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肯定不是一根骨头，我们也不是六根，是吧？一根两根啊，也不是，我们有很多块骨骼。有多少块骨骼呢？206块啊。很多人知道这个知识，说这算什么知识，这不就是一生活小常识吗？对，就是一生活小常识。那么这常识下还有一常识，我可以问问你，我们一个成年人有206块骨骼，那我问你一下啊，婴儿刚生出来的时候有多少块骨骼呢？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看我们这节目的观众里，90%以上的人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你们说那婴儿的骨骼不是跟成人差不多吗？完全的不一样，比你想象的多啊。它能多多少块呢？我在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哈，我想它也就多几块了不地了。当我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奇。婴儿比我们成年人多99块骨头，婴儿有305块骨骼，随着他年龄的不断的增长，慢慢慢慢骨骼就闭合了。我们啊，为什么要说骨骼呢？因为今天老有一个词儿，我原来没注意，后来老听人说你骨骼惊奇，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说这是源自于这个功夫那个电影，这个功夫这电影里其中有一段说，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我这有一本秘籍叫《如来神掌》，鉴于你有缘，就10块钱卖你了。我操，要咚你一声！我们这猫老不老实啊，这个不停地打搅我，它咚的一声跳到佛的怀里去了。它也是骨骼惊奇，猫确实是骨骼惊奇啊，猫比我们人能经折腾超过10万倍。所以功夫这个段子呢，它实际上是把骨骼惊奇误为骨骼惊奇了。我们今天也不去追究它，它骨骼惊奇就骨骼惊奇，骨骼惊奇就骨骼惊奇，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的骨骼。我们关于人的相呢，大致分两种，一种叫骨相，一种叫皮相。皮相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手相，看见没有，手相面相，这都属于皮相。骨相是看你的框架。那么对于骨相来说呢，一般人都说啊，这人有风骨。我们过去说啊，魏晋风骨啊，魏晋时期啊，那些文人士大夫都有自个儿的风骨，不入俗流啊。今天呢，就说这人有气质，有气场。说得很直白呢，就说这人呢有骨骼。那么，我们从美学上讲哈，这个骨骼呢，确实很重要啊。但是人的骨骼没有动物的好看，你不信你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去看啊，你到美国去，到华盛顿一定要去看美国的自然博物馆，那有大量的动物的骨骼，比如恐龙骨骼，它的流线型啊，和它的这种变化优美之极。
但人的这个骨骼就不好看，你到医院里一看，那挂着一副人的骨骼，前挺后撅的啊，尤其这个重心，你看那个人骨骼特难看，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是按着四个爪着地设计好了，你非得站起来，没有一个动物是有我们这个历程的，我们实际上是这地球的一怪胎啊，人动物都长得好好的，你到非洲去看，这个非洲五霸，你看啊，大象、狮子。野牛、犀牛、猎豹啊，这个各有各美，它动物的体态，你看那猎豹在那儿一呆，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奔跑起来那种流线型，人就不行。人因为设，你看那个猩猩走道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着地啊是这样的，但人呢胳膊不够长，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太长了没用了，所以越来越短，人的胳膊。就是前肢不是前肢上肢啊，前肢是动物，上肢比下肢明显的短，所以人就靠两腿跑。人要保持自己的平衡呢，就使劲用肌肉拽着，所以你看人的骨骼一点都不好看。你看看这人长得好看是为什么好看呢？他一定骨骼好看。你看那个西方人轮廓清晰，脸上轮廓清晰啊，所以有雕塑感。你看我们亚洲演员里像金城武这样的就属于好看的吧，对吧？为什么好看呢？就是他的骨骼支撑了他，眼窝比较深，是吧？这个眉骨隆起，鼻子高啊，鼻子挺直。我们亚洲人的整个的骨骼都比较柔和，跟欧洲人比较起来就差这么一个，就差这么一个等级。骨骼啊，我们刚才说骨相，那么皮相是包括皮和肌肉，这个肌肉就更有意思了。我们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特别了解我们自己的肌肉的啊。肌肉有两种，一种叫随意肌，一种叫不随意肌，或者叫非随意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我胳膊上这肌肉，我腿上这肌肉叫随意肌啊，我想让它抬，它就抬起来了；我想让它踢，它就踢出去了哈。如果我想让它抬，抬不起来，我想踢，踢不出去，我就病了。那么人体有多少肌肉呢？这我估计谁都说不出来，你不查啊，你就肯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现查的啊。人体有639块肌肉。从结构上分啊，我们刚才讲了，肌肉分随意肌和不随意肌。它的专业术语能分得很清楚，比如叫骨骼肌，你很容易理解什么叫骨骼肌，附着在骨骼上能让你自由运动的，这都属于骨骼肌。再有一种呢叫平滑肌，还有一个呢叫心肌啊，心肌跟心肌表是两回事啊，你记住了。骨骼肌啊是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这个肌肉的类型。你当你健身的时候，你练的全是骨骼肌，其他地儿你练不着，是吧？你天天锻炼健身房，你把你身子弄得疙里疙瘩的，这全是骨骼肌。那么骨骼肌分布在哪儿呢？头部也有啊，这个颈部、脖子都有，躯干、四肢，主要是四肢啊，显得非常有力，迅速这个能够收缩。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特别容易疲劳，疲劳以后特难过，酸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主神经系统下啊，这个骨骼肌呢它收缩呢它就产生了运动，就产生了人的运动，这运动就带动了你的骨骼。你看我们一个手这里都有多少个骨骼，大概20来个的啊，它全部听你的这个指挥啊，你当然有人指挥的好，有人指挥不好。可以把每一块骨骼肌呢视为一个器官，因为它是可以有功能的。剩下的就是平滑肌。平滑肌呢，它跟骨骼肌完全是两个概念。首先，这平滑肌它不听你的意志啊。什么叫平滑肌呢？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这个肠中的肌肉，它每天都在执行任务，但是它不听你控制。比如，它去你吃下东西，它到时间了，它就开始替你消化。平滑肌能够长时间的拉紧，维持张力，但你的骨骼肌就不行啊。肌肉呢，它不随你的意志，但是它可以收缩，所以它替你完成很多你不能察觉到的功能。那么再有就是心肌啊，心肌很有意思，它为什么科学把它分开呢？它就是因为它功能不一样。心肌和平滑肌两个都属于不随意肌啊，它不能随你的意志收缩，所以你的心脏停的时候，你就完蛋了。
你没有办法通过抑制让他心脏重新跳起来，啊，那么他心脏的肌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他的耐力。从你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如果你活100岁，这100年来他就不停的工作，这是他的耐力。那么心脏呢，由于它有极强的耐力呢，它就非常的坚固，它既可以啊，像平滑肌那样延伸，也可以像骨骼这个骨骼肌那样收缩。心脏啊是不得癌的，对吧？我们生活中没有听说过身边哪个人得了心脏癌啊，但是心肌是可以发炎的，心肌发炎很可怕啊，感冒就可以引起心肌炎。啊，心肌炎一定要重视，要不然就可能会影响，就危及你的生命。我们身上啊，三大块肌肉，骨骼肌、平滑肌啊、心肌啊，一类骨骼肌是随意的，一类平滑肌、心脏的心肌都是不随意的，它不听你的指挥。人类啊，我们今天都已经很了解我们自身的基本情况了。我们生活中啊，老说这人呐有心病，是吧？其实这话真没毛病，每个人都有心病。什么叫心病呢？连他都有啊！你看马都督天天的心病，就是老想称老大，结果老称不成，肉大身沉，打仗打不赢人家，他就落下一块心病啊。这个心脏其实不爱得病，除了我们刚才说得心肌炎，他不太爱得病啊，因为他不得癌嘛。一说心脏病，心脏病严格意义上讲，心脏病都不叫心脏病，叫心血管病。你到医院去，他肯定告诉你心血管病，就是你血管出问题，你的血液出问题。那么这个有心病的不用说啊，这个文学形象心病最重的就是林黛玉啊，天天惦记着心里那点事儿。这个我前几天一个聚会啊，碰见张国立导演，因为我们俩也认识30年了。那天聊天呢，他就说：“哎呀，现在拍戏拍得特累心。”我特能理解，我也特累心。随着年龄增长啊，第一责任感强，第二呢，觉得这个未来的日子没那么多，所以就必须做事认真。做事一认真就累心。他年轻的时候就哎，差不多就得了，反正我这事儿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过去拉倒了。所以一累心呢，就觉得这就是有心病啊。现在所以要吃一些所谓的保心的一个药啊。对于岁数大的确实很重要，年轻不需要啊。人在我在60岁以下，什么药都不吃，真不吃啊，也不想吃，觉得哪儿都够用。突然有一天，你就觉得你这个心不够用，为什么不够用呢？就是就事儿多，觉得自个儿老惦记着，人心宽比较好。啊，我们心不够宽，有责任感就心不宽。你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去问医生哈，我说我这个就是有时候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那他说就是压力大。我说我还真没压力。他说怎么没压力？就有压力。我说我真的我什么事儿都看得开，没什么压力。他说你有责任心吗？我说有。他说责任心就是压力。哦，我就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做事情要有责任心，你想把一个事情做好，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压力。那当然，我们走到这个社会上啊，就必须要有责任心。责任心是我认为一个人能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不管是领导交给你的任务，还是朋友委托你的事儿，还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你没有责任心，这个事情一定做不好。所以责任心呢，我觉得就如果说这是压力，我就愿意承担这个压力。你比如我们心脏啊，心脏为什么有这么大压力？因为心脏本身压力就大啊，它有收缩压、舒张压，对不对？我们说血压就是俗称高压、低压，收缩压为高压，舒张压为低压，是吧？血液呢，我们有这个静脉血管，有动脉血管，动脉血管你可不能碰破了它，碰破它就人差不多快没命了。所以你看医生做外科手术，尤其腹腔手术，他为什么戴护目镜呢？就是一旦万一把这个血管碰破啊，那手术刀飞快，那血马上滋的一脸，所以他必须有机会去擦拭和抢救。我们这个过去听的这个民间故事《窦娥冤》啊，窦娥冤当时因为被冤杀呀，就许下3个大誓：
第一叫雪见白练，第二叫六月飞雪，第三是大旱三年啊。这个所以窦娥被冤杀的时候啊，这个雪就喷出去，全都喷到所谓白练啊，就是白色的丝绸之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瞎说，雪在雪压下啊，雪在雪压下能喷出这个，据说能喷出30英尺。过去我小时候啊，特爱这个在医院里啊，通过关系去看这个动手术。我那时候都觉得，就是外科手术太神奇了。人怎么能够打开这些器官，该摘的摘，该缝的缝，该切的切啊，最后这人还能好好的活下来。所以我特喜欢这事儿啊，特喜欢看。那么我看过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科教片，他就讲怎么抢救这个病人。这个人受伤了，腹腔全是血，进入到抢救室的时候血压是零，然后呢马上破腹探查。探查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就伸手就在他的这个腹腔的鲜血里一摸，然后一把就一下就摁住了他的这个主动脉上的一个伤口，一摁住血压就上来了。然后他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这个说使这个死者啊这个死而复生的并不是什么这个先进的科技，只是这医生的丰富的经验和他的实质。所以当时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啊，一个人的丰富的经验，极为的这个反应敏捷和他有责任感，这种责任在过去都是医生本身的，医生是赋予他作为抢救医生无限的责任，他没有后面可追究的事情。我亲眼看见过啊，我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医院里嘛，医院一有抢救病人来，那时候抢救室在1层，我们就绕到后面扒着窗户去看人家怎么抢救啊。我看那个医生啊，我记得我们医院后面是那个河道，夏天老有人游泳，老有人淹死，把那个淹着的人拉过来上这个手术台，医生啊二话不说拿一剪唰就把那个游泳衣豁开。我第一反应就说，哎呦，那衣服挺好，怎么不给脱下来，干嘛给剪开啊？因为时间非常重要。然后做心脏按摩，打强心针啊，医生他就是在他的职能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他不需要跟病人商量，他也不需要跟病人家属商量，他也不需要跟这个社会商量，他只要尽他的职责就可以了。但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所以要让医生摘出责任来，只有给医生无限的一个权利。所以人体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人体是非常脆弱的。人一生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尽管有强健的骨骼，我们有有力的肌肉，我们还有一身皮肤，我们还有聪明的大脑。我们说到这么多啊，实际上都在说我们的大脑的问题。文化与道德都是大脑支配的嘛，所以我们老说你的那个大脑里有水，大脑里有水怎么了？我先告诉你，谁大脑里都是水，50%都是水，你脑子里没水你就完了。我们今儿就说到这儿。你看我一人就有问题吧，我一人嘚不得这儿，把这文物的这事儿给忘了，也没人提醒我。那我现在依然可以让你看啊，这里是一什么？这件东西看着有点大啊，有点大。那我们讲了半天人啊，讲了从骨骼啊到肌肉，那显然应该有一人出来。出来，这是一书生啊，这是一寿山石雕啊。这书生什么时候的呢？乾隆时期的啊，石雕。他现在上面身上的石头都有点酥了，是因为这个石头是有石性的。就跟人一样，你看人的骨骼吧，年轻时候结实，到老了以后也会酥了，石头时间久了也会酥了。这是一个18世纪，大概是乾隆早期的一个书生的形象，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文物中都能看到这种形象，你在瓷器的绘画当中啊，瓷雕当中也能看到。这只不过这是寿山石的，它的这个服装中呢有大量的雕绘的纹饰啊，有纹饰啊，背面也有，很漂亮。我们可以看看背面，你看这腰身啊，这骨骼，这才叫骨骼惊奇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跟妹妹说，他说妹妹你不该这样啊，
你该跟我走啊，每个男的都这么说，千万别信。你看这个雕刻啊，这是整个雕刻出来这个穗穗啊，这个穗穗在这个《红楼梦》里有大量的这类的描写啊，非常精致啊，这个绳纹都是雕出来的。我们想想啊，二三百年前的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要穿这样一件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衣服越来越简单，一衬衣一裤子，中间一皮带一系完事儿啊。让他静静的再躺回盒子里啊。我们下期见了。大家好，我是天香。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以后的节目中，大家终于再也不用看到我打断马爷说话了，我也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听马爷讲故事了。但是呢，大家以后还是可以在观复墨这个环节里看到我。那观复墨啊，就是我们把马爷从天南地北淘到的好东西，还有马爷生活中他自己喜欢用到的小物件呢，都拿在里面，大家可以也把它带回家，拥有马爷同款。那今天呢，我们的观复墨里要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杯子啊，可能眼尖的观众早就看到它了，因为马先生在节目里呢一直用的就是它。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杯子，我就特想问马先生一个问题，说您这是一个茶杯呢还是一个盖碗呢？那其实这是一个主人杯吧，我们说它一杯一盏嘛。那家里来客人的话呢，主人用独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品茗杯和客人不一样，那这一下这个 X 格不就上来了吗？那我自己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儿，叫五福四海。您看这儿有五只蝙蝠，还有这个四片海。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蝙蝠可以说一直是好运的象征，因为它和这个福气的福是谐音嘛。那我们常说五福临门，所以在清明时期，尤其是清代啊，就常见这种五只蝙蝠的图案，像什么五福盘啊，那它一定得是五只啊，不能是四只。那说到这个五福，它到底是哪五福呢？其实《尚书》中就早有记载，这五福呢，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啊。我理解就是不仅身体要健康，而且内心呢还得安宁。四叫优好德，就是您的心性得仁慈，要有好的品德。最后一个叫考中命，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那这五福啊都有，其实是挺难的，尤其是最后这考中命，您富贵一生，最后呢还得有一个好的收场，这个可是不容易的。